今天我们来编织一款漂亮的图案，树叶图案，一片片的叶子，你可以看成枫叶，很漂亮。做管只要你按它的规律来编织，就不会出错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学习。今天我们演示几针，就从这里，这里几针，挤到这里。我要演示这片叶子和这片叶子中间的半个叶子，我们就从这里一起编织，编织到这个位置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。这里我编织了几针的几排的下摆，这样分花型的深处，大家会看得更清楚。现在我们开始来编织第一排，先把花型的深处给分好。这里是编针，这里我们要丝，往下一排平身的地方，我们往下一排编织平针。平时我们织实验室这里织，现在我们要往下一排织，这样好织平针。上针，上针的是上针就可以了，平针，下一排编织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里七针，半片的叶子是七针。来，我们这里撕，这里半片叶子撕好了，我们开始来撕，里面是三个反针。三针反针，然后一个平针，下一排编织啊。好，再来三个反针。到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然后我们这里再来编织三个上针。平针，好，我们自己看，平针，来三个上针，好，七针，这里叶子的一半，七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针，这样我们花型针分好了，分好花型针以后，我们来织反面。反面我们跟织就可以了，平针丝平针，反针丝反针。如果你绢织的话，这一排你一样的在正面织平针丝平针反针丝反针，跟织就好。平针三针，一个反针。平针，反针，
三针平针。两针。这也是平针。好，在反面全部这样跟织过来，正面编织，继续编织。一样的，这里的平针都是下一排编织，反针我们正常编织。它是一针平针，我们要两针合并，两针合并。然后这里一样的两针反针平是反针，在这一针的边上我们要加一个平针，加一个平针。然后把线绕到后面，从后面这样调过来，这样的不就不镂空。这里这样织一个平针，加一个平针，这一针一样的往下一排编织，在这边我们要加平针，这个针这样调上来，然后呢再从后面这样编织，织平针。三针上针，第三针上针要和这针平针，我们把这边的平针给合并掉，我们就要在这里中间针加平针，就是这意思。好，加了一针平针，我们就把这针平针合并，然后过来这边平针是平针，反针是反针。这边跟织，我们到这针平针，这里有三针反针，这针要这针和这针合并，这两针合并，合并一针，我们要在这个平针的边上加针，这样加平针，把线拉到后面。这针一样的是平针，加一个平针，织两个反针，然后这里针这里平针合并掉，继续织反针。这里我们是四针反针啊，先不管它，跟着它织。平针是平针，反针是反针。好，我们下一排编织。
根子这一排，我们在这个针，这针的两边夹的深处，我们在反面要丝反针，这里也就是三针反针，平针。三针平针，反针编织，平针编织，好，下一排，这排我们看好，我们在这一针平针的两边加平针，加平针以后，到这里我们继续把这两针，这里一二三四，我们要合并两，把两个上针合并，这里从这里加深的到这边，我们一直要保持三针，三针往上织的反针距离就可以了。两针反针合并，我们把这里反针并掉，然后再织两个反针，这里平针，我们一样的下一排编织，我们这里把这一身反针并掉，我们这里就要加反针，反针加法，先到前面，从这里前面织上针，也就是上针，反针就是上针，这样这里上针合并了，这次边就要加上上针，这两针要合并，这两针上针要合并，两针并掉，两个上针，这里是平针，这里我们要加反针，是一个平针，上针加一针上针，下针编织，两针上针，两个上针合并，平针编织，上针编织，这里是平针，好，继续编织，这盘我们根织，
草莓根枝过来，都是一排，我们要这针平针和这里合并，然后在这里我们就要加一个平针，这里为松间针，叶子的松间针，我这里要合并，这里我们要合并，这两针合并，并掉平针，是两个上针。这里我们平针，编织上针，这里我们就要加平针。这平编织，这里加一针，平针反针编织，平针编织，好，到这边两个上针，这里要并掉平针，上针。这里这一针合并，合并好，我们织两个上针，平针编织上针，现在后面我们要加平针。这一样的加一个平针，上针，两个上针，这里两针合并，现在我们能够看出来了，这边是剪的同时，这里是加，这里叶子慢慢要结束，这边叶子慢慢成长，一样的反面，这一排根枝过来，到这一步以后，经常编织毛衣的就一到这边基本上就懂了，他没有吃过这款花型没看懂的，继续往下编织。这里我们两针反针合并，继续织两针反针，这里我们继续平针编织，平针编织，这里我们这反面都织错了，这针是平针才对，这里我们要加到这边我们要加一个上针，加上针，是平针，这里加上针，这两针合并，平针编织，
合并。加上针，是两个上针，这两针合并。反面跟织，这样整排跟织过来，这里是变大，这里就变小。好，我们继续编织。起下排编织，平针，上针，这里我们要把这平针和这个针反针收掉。两针合并，这里我们把平针合并了，然后这里编织反针，我们到下片叶子就要加平针，这里我们加平针，平针这样加针。上身编织，平针，上身，这里两针合并，这里一样的是上针，平针编织。上针，平针和这针反针合并，好，这里我们要加平针。这一样是平针，这里我们加平针，上针，平针编织，反针，平针编织，两个上身。这反针和这个平针并掉，并针，上针，平针编织。好，下一排，这排跟织过来。这里只剩下中间针，这里还有一二三四，还有四个反针，我们还要合并掉两个反针，把四个反针合并掉。这里还要加一个上针，也就是这位置还要加一个反针，这里并反针，这里就要加反针，这样来织。好，是两针合并，三针，
平针编织，这里我们要加上针，平针编织，加上针，两个上针，把这两针合并。这里一样的是上针，上针。这个加上针，平针编织，两个上针，合并是两针，平针编织。好，下一排我们跟织，这十道是一排，这里是三个反针，这里是中间针，这里也是三个反针，这一朵这边叶子和这边叶子的距离上针以后，我们这一排不加不减，我们先跟织一排过来，一样的织法，这排只是跟织，我们不加针不减针，这里的反面编织一样的跟织过来。好，到这一排编织，我们又要在这里加针，在这两边，这里为中间针，这里两边加针，我们要剪这两边，从这里面慢慢的开始剪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演示，这里是半片叶子啊，这里是中间针，这里一样的是中间针，这里我们加一个平针，这样加一个平针，上针编织三针，这里两针上针，这里要和这针平针合并，两针合并。好，这里是上针平针编织，我们放
近一点看。上针，这里是上针，平针，这里我们也不加不减的跟针就可以。因为我们开始剪的是片叶子，另外一片叶子已经开始加针，这里两针要合并，并反针，这里继续丝反针，这里我们要加平针，这样来加，好，丝两个上针，这个反针和这个平针要合并，上针编织，平针，上针编织，这里是错了，这里是要合并针的，这针和这针要合并，好，并掉以后得丝两个反针，然后我们这里要加一个平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好，这里继续丝一个平针过来，好，今天我们演示到这里，相信大家都看懂了。这里往上编织，这里开始加针，这里开始加针也就是织这里，往上编织，意思把整片叶子这个位置织好以后，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好，反面我们跟织一排过来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编织。这里我们就要加反针，我们先把这身平针编织，编织好以后我们要反针，加反针，我们这边这样挂，先绕过来，这里加一个上针，这里我们继续丝平针，好，丝两个反针，然后是两针反针要合并，这里是平针，平针编织，这两针合并，是两个上针，这里是平针编织，这里我们要加一个上针，这边一样加一个上针，两针合并，针编织，合并。平针，这里我们加一个上针，
好，我们这款花型就演示到这里，还有不了解的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。这里往上加，这里往上加针，这里往上减针收针，慢慢的向往上收，然后你边丝往上边丝以后，它就看我这款花型这里，这里收，这边加深，收这边加深，就在网上编织，适当想要的高度和宽度。对于这款花型还有不了解的，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